这里是英国，那这里是 Focus，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坐这个船，它经过那一个，你看八字形的，它是一个运河，然后船就从下面一直到上去，然后到上面的河一直过去到那边游玩，然后马上要坐这个船上去了，你看后面在运作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坐渡轮了，然后我们要坐运河上去运河，然后整台船头一班插头箱只有四个人而已，四点开始，他可以空调机的，保存哦，啊，保存，看看。现在这一条小船是真正要坐这个运河，然后跟我们两条船一起上去，然后它就往上面的河继续走了。你看看，还真的运河。现在这个运河的闸门已经关起来了。这边的闸门已经下来了，你看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跟这一层地下层这一层已经连接合了，船就可以开出来了。那个就是运河原理。渡轮呢？这是运河渡轮，我们已经回来了。Thank you very much, folks. Thank you. Thank you.